官方，里昂前锋马里亚诺回归皇马，签约五年虎扑8月30日讯，皇马官方宣布，俱乐部与里昂前锋马里亚诺签约五年，球员将在本周五亮相。今年25岁的马里亚诺出生在巴塞罗那，但在2012年加盟皇马青训。他在2016-17赛季进入一线队，当赛季出场14次，有5球入账，随后在去年夏天转会里昂。上赛季他在里昂出场45次，打进21球。马里亚诺原本即将以3500万欧加盟塞维利亚，但皇马拥有其 35% 的所有权。触发所有权条款后，他们只要匹配塞维利亚报价中的剩下 65%， 就可以带走马里亚诺，而这个价格大约为2200万欧元。编辑：姚凡。